这是因为啊，在地面有重力的作用，燃烧后的热气上升，冷气下降，形成了浮力对流，因此啊，蜡烛的火焰才锥形。而在空间站里，微重力环境几乎消除了这一种浮力对流，燃烧后的气体向各个方向运动的趋势相同，因此不管蜡烛的方向呢朝向哪一个方向，它的火焰啊都呈近似的球形。